哎呦，我出田重聚，今天这局拍的太无聊了吧，一点不刺激。张爷，花这种围巾不够刺激啊！哦，那就给他拿一点刺激的。忽然，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原子弹，天哪，那是什么？肇事之犯！我天哪！别怕，我来。但是被男主徒手接下。这还能活着？刺激是挺刺激的，但我感觉看着不励志。导演，观众朋友们，剧情不励志啊！励志是吧？给他拉满。女主为了给男主凑医药费，决定参加了健美大赛，并获得了冠军，拿到了奖金。这励志是联想不到啊，不过当女主也有点没意思啊。不想当女主，给他安排。事业有成的女主参加了恋综，找到了她的另一半。哇，不是女主角了，还喜欢之前那个。导演，观众发现需要之前的男主。啊，姚琦。男主忽然喜欢，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，看到了女主已经组建了家，吃的我都想抽。哇，怎么这么小丑的呀？男主悲愤交加，成为了小丑区的地毯式遇到了他一生之敌别人图霞。蝙蝠侠，这太奇怪了吧！不看太提倡，小丑为了打败蝙蝠侠，真的当地的地头蛇太舒服了，感觉。蝙蝠侠，这太奇怪了吧！不看太提倡，小丑为了打败蝙蝠侠，真的当地的地头蛇太舒服了，感觉。蝙蝠侠，这太奇怪了吧！不过看太提倡，小丑为了打败蝙蝠侠，真的当地的地头蛇太舒服了，感觉。还不够刺激的对面。啊！我到底看了个什么剧啊？兄弟，什么？对，谁来帮帮我？救命啊！同学，我兄弟他突然就倒下了。我来看一下。脉搏越来越弱，那怎么办？赶紧叫救护车，还等什么呢？救护车，这手机，哎，来不及了。我学会点急救法，交给我试一下吧。 哎呀，怎么快迟到了？你在干嘛？走啊！要迟到了！终于等到你了，天下第一名剑，我的天！不愧是北凉唯一的一品高手慕容龙城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试手，能被暗盟第一杀手天魁给盯上，还真是荣幸啊！可惜刚才是你最后的机会。 这威力被林书家师太传承的制邪妖刀血蟒，这把血蟒专克你那至纯至阳的天罡剑法，砍剑。看来只能如此了。你居然以透支生命为代价，强行容纳剑仙之境，本王要是天元灭龙门，别动了。 什么？天师府的九天雷法阵？见过此阵还活着的人，你是第一个，也会是最后一个。别、哎！哎，别玩了！决定了。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场什么证据都没有留下，看来是老手。案发的时间是8月初，8月是狮子座。狮子？狮子是猫科动物，猫的英文单词是 cat。如果把替换成R的话，就是康。汽车。汽，犯人可能喜欢喝汽水。汽水。水，最近的水在哪里？珠江，珠江全长2214公里。214是高铁的始发站是成都。成都的车牌号是川 A， 位于东经103度，北纬30度左右。东北。吵死了，睡个觉都不安宁。 教授，这是干嘛呀？我在扮演一个避雷针。教授啊，现在不算 cosplay 的时候了，人类智商突然下滑了。什么？医生，运钞车撞满一车的钞票，又笨又重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运张银行卡呢？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，大家都说有万有引力，我为了证实，又在上面科学家花了所有积蓄通宵研究，最后发现我没有引力。 这可怎么办呢，教授？恐怕在世上只有我们两个智商还在线了。不好了，博士教授，这怎么了？众所周知，被污染的食物就不能再食用了。我今天吃早收兔河，不小心把河吐到田地里了，我把田地给污染了。糊涂啊你！这样我们就没有粮食可以吃了，人类要面临饥荒了。
怎么回事？希望这么快就开始了？不对，他们昨天好像在念着什么。糟，简直是疯狂的意思，难怪大家会这样子。我们口袋里只能收拾两块五，帮不了他们啊。我一毛钱都没有。教授呢？别慌，我有办法解决饥荒。挺刺激，那饥荒都解决了。教授真不愧是人类至上天花板，让你是拯救了人类。说什么呢你？来啊！再说一次，别弄你不敢，放开我！哎，算了算了，都是来啊！别吵了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真弄你不可！来啊来啊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来、啊！你别拦住！来、啊，你别拦！站住！准备好了吗？我连夜看了180部甜宠剧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我谈不成的恋爱。你忽然间问他，你不会对我有意思吗？他却说，切，我才不喜欢你呢！你如何作答？啊？你不喜欢我，我还不喜欢你呢！愚蠢！你说这句话里面有才和呢两个字，蕴含着他的撒娇和暧昧。此刻这是你告白的好时机呀、啊！好，鸡哥给我拖走！原来他是这样的意思啊！壁咚摸头，撩下巴，霸总马兰，小奶狗样样精通，没有哪个女人能扛得住我的魅力。假设你有女朋友，但现在正在和兄弟们在网吧开黑，他发来消息说没事，你玩吧，玩得开心点，你会怎么想？哦，人这么好啊，点个宵夜，通宵玩。错！女生的潜台词说，你现在不立刻回家，你就完了。你是我们不会谈恋爱，给我脱手！有什么话可以讲吗？莫名其妙。别哥，姐来了。他说我睡了。耀红生气了。他说别和我说话，严重了，继续。他说不用啦。用，一定要用。他说你先睡。不可能，今晚我都不睡了。哟，有点水平，但就凭这点花言巧语。那是我拿出这瓶可口可乐呢。如此信心，通过。哎，不过军师，你这么会，你怎么不谈恋爱？纯爱没有市场，军师不上战场。哈哈哈哈。牛排到了没？哦，到了，我现在下去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顺便帮我也拿一些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看我都拿上来了。你给我！哎，你妈的，不下五子棋！哎，下不下？小孩子才玩五子棋，太简单了。哦，不敢？有何不敢？这招是蓄意思想八卦阵。所谓害己生两意，两意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此阵一旦形成，可攻可守，千变万化。根本就不明白，我都经历过什么。哎，你快看，这是我用笔记本画的五子棋牌，我们来下一把吧。好、啊，那我们一起来下一把吧。你在干什么？Daddy、身为华夏第一五子棋世家的第18代传人，你不能和这些庶民的孩子一起下棋。可是 ，Daddy， 我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我已经厌倦了那些毫无悬念的胜局了。好了，你已经可以认输了。什么？居然是星空棋阵之猎户座！这可是当年诸葛孔明未出山时在卧龙岗上夜观天象得出的绝世棋阵。啊！此招已失传千年，你怎么会习得此招？不错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在逆然的棋局里习得此招。对方曾经以诸葛转世，我与他惺惺相惜，棋逢对手。棋圣，你败过。好久没有这样的紧张感了，我好像再次重新爱上五子棋了呢。一决胜负吧！天上王，上！哇，终于到了！哇，太香了吧！快，赶紧让我尝一口。能不早点说，你看我都吃完了。教授，你这是来干嘛？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吃了降压药了，为什么还是不能触摸高压电呢？教授你糊涂啊，降压药的药效怎么可能追得上电流的速度呢？原来如此，那我应该边摸边吃啊。教授，现在不算高压电的时候啊。你看看，外星人已经入侵并陷入世界末日，各位科学家必须每人想出一个解决方案，想不出来的边摸边拉去当人质。荒唐！这么短的时间内谁想得到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想到了啊！这么快？现在的汽车都是汽油或者充电的，那为什么手机是只用充电的而不用汽油呢？对呀、啊，用汽油的话就可以防止外星侵入我们的电力系统了呀。That's right！ 我也想到了，其实人类的思维早已超越了光速。你说什么？光从太阳到地球需要8分钟，而我1秒不到就能想到太阳。我的思维超越了光速。所以我们可以靠思维创造超光速飞船，也就是我光想一想就能创造一个飞船。That's right， 这可真是个好活。你是哪里学到的？其实我也是极限文明，你都无所畏惧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我靠，泽凯博士，你可真是我们的救世主啊！哎，不对啊，人类一直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，但人类至少存在了300万年啊。那公元前1600年之前的人类，难道都是外星人？现代人有可能都是外星人伪装的。哇，你就是外星人伪装的吧？我看你才是外星人吧？你是外星人，这是外星人。你是不是外星人？你是不是外星人？